找什么？买元店啊，买个手套啊。我手机好搞笑啊，它只要是开相机，它就死机了。开相机就死机了？对啊，有可能是太冷了。你看日本最红的美少女桥本环奈，这个四千年美少女，四千年一遇的美少女，四千年一遇也要靠化妆。你觉得她美吗？不美。号称一人对抗整个四十八系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她一个人的可爱度可以对抗整个 AKB 四十八系的所有女生的人气。当然，其实并不能 AKB 的粉丝不要打我。他很多吗？这个人粉丝啊，四千人一个。很多啊，这怎么很可爱？这是百元店吗？这个是不是百元？就是你买手套了吗？就折扣店之后你买，大家都卖的。这个是专门的折扣店，日本的店好多花样。不要考虑那么多了，那肯定要考虑啊，整体的身材乳最重要，还是考虑身材乳，随便搞一个就行了，不要拍这个，这个店经常有中文客户，哎，那不是贴纸的吗？那是袜子，是睡眠。口就会变静脉曲张啊什么的，防止静脉曲张啊。他就说你在日本逛了一天很累，然后买一个那个修足时间回去贴，第二天就可以继续逛，毫无痛感。百元店哦，这种店感觉很密集，好像很杂。我一直盯着镜头，就感觉像是。我不能看镜头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最好不要看镜头。不是，我说我一直盯着镜头，我感觉好像周围的好像和我没有关系一样，我只是镜头里的这个。他就是老板，你很有。我是最好不要看镜头，就是显得不真实。不，你就对着他讲话就好了。对，你就对着镜头讲话，这样别人那个，因为在跟别人讲话一样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身高和各方面不一定什么。但真人秀我们一般都不要看镜头，显得。这个有没有啊？就是这里，百元店，就是百元店吗？嗯。百元店更好的设计是你的，跟日本有就是地名，这是日本的另一大特色，百元店。就像我之前开到我刚说开到香港最大创，你看这边他会写的一百这样。百元店也是有好多好多品牌，然后你到这里可以应有尽有的看到义乌制造，真的好可爱呀、啊！没有适合我的感觉。但是他不能点手机啊，没有触屏，一个触屏，你知道我们在工厂做一个触屏都要一两块钱的。他这边呢？所以他就是。看他们的小腿，日本有点冷哎，不冷，我怎么一点都不冷？因为你穿的多呀。可能我在干活吧，一直出汗。你要搭的，这个搭不搭？可能红的要搭点。那还是这个吧，这个只有一半吧。防滑手套，但是这个只有一半呀。这个，我顶上这个是不是可以啊？对对对对。
这个手可以露出来呀、啊。那个钩子掉哪儿去了？布的钩子。感觉我又做错了，都是一百吧，都是一百零八，不会吧，人民币他们为什么说他们这么怎么还加个八是什么意思啊，也喜欢八、啊、几块钱啊，不是八是税，8%的税，原价一百，对啊，原价一百，安倍总理把那个消费税提高了，本来是5%的是吧，马上10%，反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，6%，那降低了，降了一点，他是不是要下台了，本来是6%，然后调到8%的，6%-8%，然后马上要升到10%，还要再提啊？日本泡沫经济跟那什么时候下台呢？安倍？我也不知道，就等着他赶快下台。他应该一个周期吧，应该是。他已经连任了。我选到了。卖一些生活用。什么刮腋毛、刮眉毛、刮脚底的，还有棉花棒啊这一类的。你知道他们还要开专门哆啦 A 梦的航班吗？嗯，打文化嘛。你会感觉整个百元店是我们中国制造成长。100块钱相当于6块钱，那挺划算。有点像我们在国内一元店那种。嗯，一元店国内是没有了。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，没有什么，因为它就是一些生活嘛，你想到它成本所限，那肯定就是一些小的生活的东西。我说这个东西很便宜，他跟我说去零食店会更便宜，是吗？我就觉得这是108，那就是大概6块钱左右。这是糖吗？巧克力，这么出名的巧克力。哦，这么大块也是，因为他说去别的地方会更便宜。哦，明治巧克力是哪里会更便宜？是不贵的。零食店，我就跟他说，比百元店还要便宜啊。专门的零食店是吧？你如果去司法就是超市的话，应该可能跟零食店啊，一下哈，可能价钱差不多，它肯定比百元店还是要便宜。百元店他一般人都没什么买，会不会在这里买零食？是买日用品居多。日用品它比其他地方要便宜很多。他们真的都爱戴口罩。这是门牌吗？音乐。装饰用的。这个用来干嘛？就牌子，挂的牌子，就挂在门口。好看，走吧。多嘞，都买了。那这个是用来干什么？洗厕所、洗马桶的。这里是 Salting Com， 我们在分享世界，连接世界，期待你的加入。